奉先何在？吕布在此等候多时吧。这天，徐良在院里头走行门外过步，正练五行点穴拳。因为武阵难，威名远震，杀力可汗。这些影像和声音是20世纪80、90年代最令人难忘的记忆。那时候，晚饭时间一到，大家就打开收音机或电视机，端着饭碗，边吃边听边看。平淡的时光就在那酣畅淋漓的半个小时中静静流过。而那一讲的内容，永远是邻里大人们饭后的热闹谈资。更是喧闹的男孩子们扮演英雄好汉、舞枪弄棒的开始，人生也随着那铿锵声音回想起无尽的往事春秋。这里解放前叫新市场胡同，虽叫胡同，却泛指这片区域。上世纪20年代，这里店铺林立，五行八座，摆地摊、练杂耍、卖艺，被称为长春的小天桥。各类戏院、茶社、书馆遍布其中。80年前，9岁的单田芳跟随父母来到这里。没解放之前嘛，那是不管是说书的，凡是说书的、唱戏的、唱歌的、变戏法的、练魔术的，这叫江湖艺人。江湖艺人因为奔走四方嘛，为了谋求生活，那不得已转战各地，东北、大江南北、黄河两岸、关内关外，不停地那么转，跑江湖。因为我们家呢是曲艺世家出身，所谓世家呢，辈辈都是干这个的。从我的外祖父，他就是说书艺人，母亲就跟我外祖父学的，也拜了老师。到了我父辈，他们也干这个。单田芳的母亲王香桂是上世纪30、40年代。名震东北3省的西河大鼓的说书艺人。16岁那年，父亲将他许配琴师单用奎，两人夫唱夫随，凭借书鼓说唱走南闯北。这一部书要说好几个月，里头上千个人名，上千种兵器，他都得背下来，滚瓜烂熟他才能去说。所以他那个货也很少，就会一套书。这一套书我能说3个月，1天2小时我能说3个月，说完了不会了，想不搬家不行啊！你再说没有东西了，被迫就得搬家，来沈阳就得搬到长春去。如今这里正在进行大片的改建，被纳入到长春新的城市建设之中。虽然物是人非，但是关于长春的那段记忆，单田芳历历在目。1943年，母亲王香桂在长春新市场胡同的富海茶社开鼓说书。他满座的时候比较多，尤其是假日了，一放假了客人就更多。因为进不了门，没有座，发生争吵的事经常发生。因为那当时没有电台，没有电视台，这新闻媒体根本没有。你影响再大，你离不开那小茶社，仅限于这几百人知道而已。到沈阳是这一个圈，到长春又是一个圈，不管走到哪里，哪里都保证满员，走到哪里，哪里都能有我们的饭吃。这就叫红。2012年，我们有幸记录下一段关于单田芳先生的影像。那一年，单田芳78岁，从艺50多年。他创作录制了111部，共15000多集的评书作品。人们都说，凡涌井水处，皆听单田芳。这剧本你现在还没有时间看呢。还有一个说书人，这4月份要拍，叫我看稿子，完出主意，就希望这个剧能够早日能播出。所以一天就这事儿很忙，有时候事儿多呢，睡不好觉，3点来钟就起来，2点半就起来，到时候就睡不着了。不管睡多晚，到这个钟点肯定醒。所以在吃饭早饭之前，这是黄金时间。8点钟吃早饭或者7点半吃早饭，这段时间创造是高潮的。我明明反对这一行，明明逆位这一行，从小就下决心不干这一行，到底没跳出去，又干了这一行。上世纪40年代。虽然母亲已经大红大紫，但是单田芳对于说书这一行当，不但没有表现出浓厚的兴趣，而是非常厌烦。有一次我放假了，到茶室去玩，我母亲正在那说书，客人很多，其中就有一个，这个人姓杨，叫杨朝仁，给我印象特别深。时间过了几十年，我也不忘。汉奸，这正说着书呢，满堂满起人全神贯注，正听故事呢。他所谓的抓了个贼，书没法说了，全场哗然，给我吓得心直跳的。一瞅这怎么回事，拧开水龙头往那人的脸上喷水，身上捆着，这不给你搅了吗？我母亲回到家里哭什么呢？自叹自己干了这一行当，要做阔事呢，就像刚才我说的，谁敢欺负我？他不敢，就因为咱干那个行当不行，所以才遭人欺负，因此给我留的印象特别深。那时的单田芳总是流连于新市场胡同里的小人书摊铺，花个几分钱，自己就能在小人书、武侠、鬼怪、奇案的各色世界里神游一天。谁想日后，他却用精湛的语言，为人们创造了一个个尽情神游的评书世界。山东有座水泊梁山，它像一团运行的地火，是评书又称说书、讲书，是中国传统的喜闻乐见的一种曲艺形式。说书人又叫博君人，目的就是博得听者一笑。清末民初时，说书人坐于桌后，通过一套自身独有的程式和规范，或叙述情节、描绘景象，或模拟人物、评语事理，从而变性情、考方俗、形容万类。当时老百姓前往投奔的是不计。你要评人、评事、评情、评理，作为评，就说一个评书演员的他的水准高于低，就在这个评论上。董卓一看啊，王司徒，你这是何意？我奉诏讨贼。1987年，与单田芳一起被评为评书4大名家的袁阔成，完成了他最负盛名的评书作品《三国演义》。8年时间，打造这部共计365讲的经典，其文白呼应，说表并重，被听友们赞誉为“古有柳敬亭，今有袁阔成”。挑起来了。反高祖刘邦斩蛇起义，建基立业，一统了天下。传位到了东汉后期，桓帝刘志继位。刘志很年轻，当时是外戚专权，心情很复杂的。一个呢，也是想起和我父母在一块儿生活的那一段时间；一个呢，也是想起几十年前我也参加过这个录制的那个艰苦的过程。哎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间外陈列的这张照片，是袁阔成最后一次录制评书时留下的。最后录那几讲了，都已经80多了，也没经过化妆，也没有经过就是穿演出服，就特别的随意的这个事儿。一晃几10年过去了，当时来中央台岳先生录这个《三国演义》的时候，还是很不错的呢，还是风华正茂的呢。50多了，但是特别的精神。你要是看，也就是像那个42、43岁的人，一点不像50多岁的人。那头发可黑可厚了，眼睛可亮了。一转眼，哎，弹指一挥间，不同寻常的春天，文艺界理所当然地成为争春前沿。1970年代末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决定录制评书《三国演义》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，他觉得依据袁先生的功力，说这种书，当时就拍板说非袁阔成莫属。要想驾驭这样的书，只有造化弄人，命运无常。人生在世，天天天，日月如梭，年年年。1949年新中国成立，就在这一年冬天，单田芳一家人几经辗转，在沈阳定居下来。这一年，单田芳15岁，正准备读初中，他成绩不错，父母也很满意，母亲王香桂的书馆也日渐兴隆。谁知这些美好却在1951年的一天夜里荡然无存。我们家摊上事儿了。单田芳的父亲单永奎因不明就里帮助化名潜逃的国民党特务而被抓，母亲王香桂则因牵连被抓，但在释放后却毅然地离开了这个家。我母亲是家里的台柱子，台柱子走了，父亲被押，我们家我祖母好几个妹妹，没人管，对我是致命的一击。我那年17、18岁，已经考上东北工学院的单田芳，因为家中遭此不幸，只能辍学。双重打击之下，他病倒不起，好在天无绝人之路。我没有办法了，家里生活来源怎么办？都得吃饭呐。我是家里唯一老大男孩子，我得担起担子来。我师父到我家去看望，看我哭掉眼泪，师父才对我说了肺腑之言。师父说啊，这个事啊，谁也救不了。你呀，别读书了，你就读书，东北工学院又如何？你父母、你先辈都是说书的，你从小在这里长大的，你耳濡目染，你也有半仙之体。哎，说书吧，说书只要你一登台，现在就挣钱。谈论的这些事儿，我老伴儿就说：“师傅说的对，你呀，什么也别干了。”也别当医生，也别当工程师，你还干老本行得了。自己曾经的理想职业，自己曾经腻歪的行当，单田芳只能被迫选择后者。1955年，单田芳专程来到辽宁营口，拜李庆海为师，开始了自己的评书艺术生涯。初始的那段时间，他整日在书馆潜心学习，师父在台上讲，他在台下记，从手眼身法到故事情节设计，废寝忘食，勤学苦练，一心想早日登台。当时鞍山文化局就提出明天想说书的考试还2个多月时间，我们就加紧备课，选段子，我们轮番的不断的演练，不断的演练，就这一个段反来覆去，反来覆去，不知说了多少遍。终于该考试了，这跟审判似的，这心呢，那就甭提有多紧张了。太紧张，飘成一个个，一点名，单田芳，我得上台，鞠躬礼行完了，一拍醒目，像模像样。千日磨刀啊，现在用在一时啊，自个儿安慰自己，别紧张，别紧张，别紧张啊，心平气和，一字一句的说，也搭着准备了那么长时间。你准备的充分就是有好处，啪啪啪说完了。哎呀，过了这关了。单田芳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鞍山市曲艺团，一家人也从沈阳搬到了鞍山，从此落户在这里。解释啊，台上说了这个就这个位置啊，就是这个位置，我应该。这个左侧是，就是刚一进门的时候，这门口进身没这么长，哎，没有这么长，因为什么呢？刚一进门的时候，那个这个楼啊，以前是一个小3层楼，红楼。当年的鞍山曲艺团早已不见踪影。那个早就没了，就是井字街那一块儿，就在那儿，就是站前那个，现在是那个步行街那个地方。2016年。单田芳已经82岁，他说自己现在总愿意想起过去的人、过去的事、过去的情。或许人都如此，老了就时常愿意念叨起从前。我是唱了一辈子北京琴书的关学增。自打我14岁在隆福寺庙会撂地登台演出，至今呢。已经70年过去了，我的历史我一定好好的回忆回忆。关学增，北京琴书创始人，曾获中国曲艺牡丹奖终身成就奖、北京德艺双馨楷模称号。即使这样的荣誉加身，在当今大众的认知里，他或许都没有孙女关晓彤更被人熟知。这是时代的变迁，也是中国曲艺艺术一度没落的无奈现实。我从小在北京，在舞台上唱了一辈子北京琴书的关学增，怎样都想不到，因为张艺谋导演的这部电影，才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他和他的琴书艺术。我买了一个电脑。北京琴书源于河北廊坊及北京郊区的无音大鼓。20世纪40年代，关学增和琴师吴成宝进一步改革和发展了这一曲种。谁不爱听？1951年，被关学增定名为北京琴书。演员左手鸳鸯板，右手鼓毽子，由4胡、2胡和扬琴伴奏，1板3演说唱结合，用浓厚的北京风味诉说日月更迭、四季轮转。这是北京市宣南博物馆。关少增在父亲过世后，把他大部分的遗物都捐赠到了这里。关少增每年都会来这里看看，体味一下那些只属于他和他父亲之间的美好回忆。这就是我5、6岁时候，就这个我爸爸拿一个小方桌搁在院子里头，因为这琴没有架子，所以就搁在桌子上，手把手的教我，就打的这琴。哎，但是伴奏的时候就不是了，我就登过1回台。实际上我父亲最大的愿望呢，是让我好好的上学。其实我也挺喜爱文艺的，因为生活在这家庭里嘛。你像我小学4年级时候也报考过文艺团体，6年级也报考过，初2的时候我也报考过，但是家里后来他就都老不让去。关学增对儿子的爱好如此的专横，是因为他在10岁时就体验过从书声朗朗的课堂跌入到艰辛世道的苦涩滋味。这个是我父亲小时候，当时也就是10多岁吧。这是他的母亲，也就是我奶奶了。我们家属于满族嘛，据我父亲讲呢，就是当时是已经没落了。这个穷人家的孩子呀，怎么能挣一点小钱儿，或者捡个破烂，捡个煤糊，帮人家拉个小炮。关学增先生，他就捡煤糊，啊，什么都干。过年了送财神爷，那穷人家的孩子他穿的也不会很那个厚实，很冷，手指头冻得跟小红萝卜似的。送财神爷来了，一个子儿买的，人家一高兴，至少给你俩。有多的一高兴给4个、5个，有钱了再买10张，又去挨家送。哎呀，这个往返跑了不知多少趟。有一次呢，就街坊有一叫李大妈的，据说他们家呢跟有一个人啊，好像是翟青山，哎，说他们认识，说你瞧这孩子长得又挺精神的，个儿也挺高，又喜欢这个。说不行的话，哪天那个谁来了，那个翟先生来了，把他引荐引荐，让他跟他学，就唱这玩意儿得了。1935年，13岁的关学增拜当红艺人常德山为师，学唱单琴打鼓。对于关学增来说，才堪堪迈过曲艺的门槛，但就袁阔成而言，同样的13岁，已经有了登上舞台的机会。袁阔成出身评书世家，其父辈兄弟3人都是有名的评书艺人。袁氏3杰当中，属于这个我大爷爷，袁洁庭先生说的是最好的，但是在社会上比较有影响力的，那是我的二爷爷袁洁英先生。现在那个老舍茶馆还有他的那个塑像啊，还有他的水牌子，他是在中国说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地位的一位曲艺家。1942年，袁阔成13岁，父亲袁洁武决定让儿子登台，亲身经历一次评书表演。父亲怎么叮嘱他？别害怕，别着急，都是熟人，你就是垫场，咱们也不收费。临上场之前了，还给他理了发，做了一个小大褂。父亲说有问题没问题，这熟的不能再熟了，家传的这个书，高高兴兴上去，底下哗一鼓掌，他上台了。这个鼓完掌，他拿着醒达木啪一拍。底下立马就鸦雀无声了，把他吓傻了，汗也下来了，也说不出来了。结果台底哗全笑了，他说我哭了。这一次的经历让袁洁武意识到，不能让儿子跟着自己学艺了，必须走出家门。他让袁阔成拜自己的好友金杰利为师，又请当时在评书界有着通天教主之称的陈士和指点袁阔成说书。在过去呀，评书界它有这个规矩，你即便是评书世家，你也得正式拜师。如果你不正式拜师，按咱们现在话，你就不是评书门里的人。1947年，经过5年的学习，18岁的袁阔成辞别师傅，来到沈阳寻找父亲。到了沈阳，才得知父亲已经去了锦州。当时就急了，我可怎么办呢？我行李还在当铺里当着呢，我连那个这个兜里的钱就够住一宿的，就是没钱了已经。第一次独自出门在外的袁阔成意识到自己必须赚钱，他找到父亲一位周姓的朋友帮忙介绍书场。这位周先生把自己正在说书的场子让给了袁阔成。那是袁阔成人生中第一次正式登台。上一次还有这个，父亲给兜着呢，底儿呢，原来还有师傅在跟前，这都没关，这回谁也没有。他说我就上场，一口气说完了，我没想到一个人没走。他说就怕你说这半截叫抽签，就怕有人走，结果一个人都没走。第2天就客人就上了，第三天就满了，在最后连楼上打牌的都下来了，这一下子就红了。袁阔成以这样的方式完成了这场不同寻常的成人礼。如果在今天，或许这会通向更大的成功。但是身处旧时代，尽管再红，当时的曲艺人依旧作为社会的底层被轻视、被压迫，他们的身影大多只能穿梭于天桥、茶园和堂会之中。他们在曲艺时节说尽春秋冬夏世间百态，却看不到自己的现实处。直到1949年，新中国的成立迎来了新的时代，更给予了他们新的。